第十五题，赛车场地的道路转弯处通常会做成像空格倾斜的弧形，这样车内的赛车手所需要的什么什么便可以利用某某的分量来提供，请在上述间隔中填入适当的文字。那我们了解，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教过说，我们的赛车场啊，我们经常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向内倾斜，然后车子呢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它有一个重力向下，那么重量会压在我们的斜面上，然后斜面会给它一个支撑力，然后利用这两个力的合力呢，提供它所转弯所需要的一个向心力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就知道这是一个向内倾斜的弧形，那么车内所需要的向心力呢，便可以由重力的分量来提供。所以呢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B。 所以第15题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B， 向内倾斜的弧形所需要的向心力由重力的分量来提供。